你为什么吓他？有人发现你吓他吗？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为什么留着我的香囊？没有人发现我吓他。那你呢？你要离开了吗？ 祝福你啊，我们都要心想事成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回敬他？我如果不做太子妃，只作为阿莲会怎么样？ 我没法再上去了。是啊，你不能再上去了。送给你，留作纪念吧。
印记。太子妃的封印破了。要走一起走，你必须跟我走。郡主，你们把他放开，我跟你们上去。苏母怎么还没有回来？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他好像又回静塔上了。又回静塔上干什么？也许是担心那位白氏郡主。如意，你先带其他的族人回镜湖大营，我去找找他，打探一下消息。嗯，那你要多加小心。好。你们到底想对白鹰做什么？一个不洁的太子妃还能有什么下场？站住！如果你不想死，就帮帮他。威胁我？杀了我？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只希望他能活下来。可我只想他死。如果他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你帮不帮？